中医师把脉好神奇，他们的病都看得出来。那个古装剧啊，我跟他说，哇，小主有喜了。他的脾肾气虚还是要调，我建议他要去做下半身运动。应该带洪医师给他整一下。各位观众，四季把脉，洪医师很像是古代女人的脉象啊，有喜了。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